一开始的残酷吗？后者温柔才是可耻的，我这无能所谓，无语无言无条件。前面值得危险吗？或者悲观才是体贴的，或者好运比较容易吗？风吹沙，我前进不是风魂，背后并不是人生。我不平淡，不尽心，还不安稳，一个刀手出一个人。我的人太突然，我的人还不明白，寂寞风魔沉默沉入海，未来不在我还在。I'm not